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节目，好听的音乐分享与时事。伍佰在乐坛闯荡三十年，创作了无数经典。自开唱以来，是场场大合唱，听歌迷唱歌。广州演唱会更是如此，连唱带指挥，现场开启万人 KTV， 再变全场 KTV 模式。终于轮到广州歌迷唱歌给伍佰听。广州体育馆内门票更是常常秒杀，一连连场演出座无虚位。伍佰刚准备开口，歌迷就秒速接上，歌迷均以超高分配回应着台上的伍佰，音量直逼伍佰的音量，将其淹没。没票的比有票的还猛呢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由于买不到票，歌迷只有在场外站着听了两个多小时，也跟着伍佰的声音唱了两个多小时。这场外的声音比场内还要大，虽然隔了一道门，但早已穿透。此时有门是伍佰。最富喜剧性的是唱《梦醒时分》，伍佰只唱两个字儿，你说，歌迷便自动接唱。伍佰用表情实力演绎，无奈又享受。你说。你说。这个网络上讲的不要随便相信，那个你们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现在才是真的。这次伍佰实力辟谣，曾风靡全网的热梗，关于演唱会不用自己唱，观众花钱让伍佰伴奏合唱等等，伍佰网络上讲的不要随便相信，现场才是真的。但是很多人是因为看的网络上才来的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次广州两场演唱会，伍佰还准备了流传度最广的专属安可曲，在歌迷动情的合唱声中，伍佰再现经典的花朵舞。台上的伍佰仿佛精力无限，指挥全场观众玩出了。在返场环节中，由于歌迷太热情，伍佰连续两晚加班，歌迷声声高喊伍佰加班，伍佰无奈再次登台连唱两首经典歌曲，歌迷合唱声差点天荒不解。你这晚关门呐、啊！现在是加班，跟你讲。最后伍佰还不忘回应歌迷，地铁会关门的，现在是加班。那就不要了，时光替我不再有。
演出结束，歌迷在退场路上仍意犹未定地开启大合唱，将热情继续延收到体育馆外。喜欢的小伙伴请在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